本王送你的东西，可还喜欢？小九见过王君，看你的面色，似乎不是太喜欢。王君厚爱，小九来自山野，不宿惯了，心里着实不爱这些东西。本王知道，你跟一般的女子不一样，但你现在毕竟是夫人了，吃穿用度都不一样。 以往过得太清苦了，清淡一些未必就是苦，而且这些赏赐哪里还是夫人的规格？啊，这都是我的心意，全当你受委屈的补偿吧。王君若是真心待我，就将这些赏赐全都撤回了吧。你是还记恨着本王吗？小九不敢，小九蒙受冤屈是真。 可是王君也已经替小九洗刷了冤屈，更何况还封小九为夫人，小九如何会记恨王君呢？那你为何总是闷闷不乐，躲着本王啊？小九散漫惯了，一时不能适应夫人的身份，也正是因为小九天性如此，一时之间也改不过来，所以才恳请王君将这些赏赐全都收回。如若将这些赏赐全都放在月华宫， 小九才会更不自在。那你不怪本王了？小九不怪王君。那你想要什么？ 执子之手，哎，下半句是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每次姑父跟姑姑说，姑姑都很高兴来着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嗯，那就顺了你的意，都撤了吧。是，快快快，把东西都撤了。 香炉留下，下去吧。啊，快点，王君。嗯，这香是本王亲自调制的，香炉也是本王亲自为你挑的，可喜欢？这是王君亲自调制的。嗯，小九喜欢，这种赏赐已经足够了。 本王以后会保护你，不会逼迫你做任何事。嗯。哎，王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本王带你出宫，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这处我觉得还需要调整一下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王君。嗯。这处应该再改一改。嗯 王军，啊，这块木头应该要削成圆锥形才行。没问题。嗯，真好看。什么好看？你，王军，怎么了？我看。没事儿，划了一下。这还就没事儿，都流血了，不是叫你当心点吗？ 这是慕芙蓉花糕，是，幸好我还带了一些在身上。哦，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本王的人。
哦，小九方才一时心急，在王军面前失了分寸，望王军恕罪。你方才的样子，本王很喜欢。本王虽没见过母后，但是所有人都说她是这世上顶聪明、顶温柔的女子。他们还说，父王和母后是真心相爱。可惜我没有见过父王跟母后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我想，母后对父王一定像你刚刚对我那样，又气又心疼，不把我当成王君，只把我当成顶亲密的夫君，对不对？宋玄人只是帝君在凡间历劫之身，并非帝君本人，亦不是他的再生之身，他只是宋玄人，而你仍然是白凤九。王爵，小九突然想到图纸上还有几点我不是很清楚。没事，慢慢来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